大家好，这里是高雄市三民区的 S 院鸿海汽车，我是玉文。那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的这台是 Toyota 的2019年的 Vios， 它是 1.5cc 的，所以它的优点就是省油又省税。那它是小改款的样式，有七速的变速箱的选择。那因为是2019年的车子，所以目前是全车原厂保护中。那它的里程是6万多，我们家是里程保证的。就它的外观的部分啊，它的外观非常的年轻化、前卫，也很帅气啊。承袭了这个 Toyota 的家族的这个水箱护罩的设计，相当的霸气。那它的车前灯跟车后灯都是晶状尾灯，而且它有后导车雷达的这个功能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轮胎的规格是175/64。我们来看到它的内装的部分哦，它全面采用的是这个冷光的这个面板的设计。那它有这个原厂 USB 跟 MP3 的音响主机哦，这边有这个原厂的记录。好，然后它前面也有这个高音的喇叭。那它的这个车头灯高低可调整，有防滑的功能。这边还有这个零钱柜，好，可以置放小东西在这边。可以看到这边有这个车头灯自动感应的功能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后座的部分哦。那后座都有音响的设备，然后这边很方便的是它有两个自备架在这个地方。那其实它的空间都还蛮宽广的，椅子也很好坐。那这边有这个 ISOFIX 的儿童安全座椅的这个配备哦。来看一下它的后车厢的部分，里面的空间是还蛮宽敞的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用手电筒照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它有工具箱，然后它还有备胎，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哦。那它的车子的一个使用空间都还蛮宽广的，车身条码也都很完整，相关的细节都可以看我们的官网。引擎的部分相当干净哦，那我们是有做 ES 全车认证，所以说它的引擎都是很完好的，那大家可以放心。那以上就是这台2019年 Vios 的介绍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如果有喜欢的话，欢迎来预约我们的这台车子的试乘，然后我们可以提供现场的赏车服务。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谢谢大家。实在就是 SUM。